今天开箱一张抓马公王，但我可以后不小卡没什么太大的执念了，因为有收集癖，小卡一直想存图鉴，但是时间一长就越来越力不从心，所以现在只挑选喜欢的收了。大家千万不要被小卡绑架，做好现生才是最重要的。最近整理了一些附属利卡，发现大家好像收卡更倾向于包邮两个字，但是去驿站寄快递邮费真的很脏。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能让邮费减半的方法：微信搜索出物寄，和正常流程一样，导入地址下单就可以了。出卡比较多的时候，我一般会用批量寄件，寄得越多，单价越便宜，很适合车主批量打包发快递用。我这边的快递员都是当天上门，我觉得还挺靠谱的。用了才觉得以前傻傻跑驿站发12寄快递真的太亏了，挂包邮价出物效率也会提高很多。祝大家都能出售物顺利。 啊！看到卡面，感觉世界都亮了。请所有平台以后都按这个字调印卡，好吗？感谢观看，拜拜了。